你好，主持人好。来，给大家打个招呼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广东茂名化州市的一名老师，我叫陈小婷。啊，你是教什么的呀？我现在教历史。刚出现在课堂上面，那些学生就觉得哇，这么年轻的老师。我说哎，你们想象的历史老师是怎么样的？他们就说应该像是那种仙风道骨的白发飘飘的老人家。哇，这么可爱的女生为什么老是这个头发搭不上去呢？就我刘海是吧？对啊，我这个右眼睛你。对待我，就偶尔会有几个调皮的高年级的男生，他们会说一些外号，但是其实他们是逗我玩的。你很乐观。因为我怕吓到别人嘛，就这个眼眶的话还是挺可怕的。包括我曾经也问过那时候我的弟弟妹妹，我说你怕看到我这个眼睛吗？他说还是有点怕的。有小孩子像今天我一样问过老师，你为什么老是要用头发遮住半边脸？会，他们一见到我就会问，我就会告诉他啊，其实我的眼睛就是小时候生病切除了，或者意外切除了，虽然一个眼睛，但是我还能成为你们的老师，所以呢，你们以后肯定会比我更加棒。哦，用自己的痛苦去激励别人，啊。